姐姐，你是不是安哥哥的朋友？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我问他都不告诉我。有，我有喜欢的人，我喜欢男爵了。你也不能随便就说一个吧？我不是随便，他虽然不是人群中最出众的那一个，总是会喜欢蹦蹦跳跳的上跑上蹦。他会因为小说的坏结局伤心的吃不下饭，生气起来连我都想家。但是他只要一笑起来，我就只能看到他。曾一起走过的夏天，常常会梦见，猜不到你坚强的感觉，思念写成脸上的黑眼圈。拿我当枪给我冲，我是情况紧急，你对我怀疑的，这无法停止幻想，我们缘分不浅啊。这两人叫情人，代表爱情的角色，说明你们两个人有一个人正是有感情的。你瞎说话了吧？在夜里默默的坚持，是不是在那等待？明明是我失控好吧，这我还真看不出来。那是你眼瞎，等我上了大学那肯定跟我的人都排队。我人才都有比得上我的吗？你们呢，如果好朋友跟你表白要怎么办呢？我也不会跟好朋友谈恋爱，我觉得做朋友已经很困难了。那谈恋爱万一以后发生什么事儿，没有朋友做啥，我敢干。没错，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，就怕你终究没发现我还在你身边。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，思念写穿脸上的黑眼圈。你不在也会不在到哪里去，时空我宁愿你对我怀疑的，就算是我无法停止幻想我们的永远。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不懂你微笑的意思，这很不好笑，只能像一座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。大家都有目标，都有一个方向，希望下一次的演出能够已经成为了更好的人。下次见面就要说好久不见啦。多像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，都是坑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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